哎，想什么呢？为什么要告诉你啊？那我来猜一下，你失恋了，你特别伤心。你来布拉格想要疗伤，你想成为不一样的自己。但种种迹象表明，治表不治理，所以你很失落。你看着月亮发呆，你在想，月亮还在那儿，人怎么就不在了呢？ 怎么就物是人非了呢？我更愿意相信，在某一个地方，其实所有你想的人都在一起。 真乐观，悲观有用吗？当然了，一夜情也解决不了问题。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必须灭口了，你知道吗？你全说了，当然不许说，再说我弄死你，不许说。 事儿，我有那么一个男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男朋友？啊，哎呀，男朋友，就是有点多，可是我看不懂，你能帮我看看？1979年，不是你男朋友有点老啊。我喜欢老的。亲爱的蓝星，你好。 你叫蓝星啊？你管得着吗？赶紧的。非常抱歉用这样的方式给你写信，快30年没见了，不知道你好不好，非常挂念。那年你走后不久，我们去了比较暖和的南方 ，Sarah 还是没有撑过去，第二年冬天就去世了。 报纸上看到中国的消息，也使我很为你担心。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你，有时候觉得像不曾真实发生过的梦境一样。我决定试着写这封信，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看到。我想知道你的近况，知道你是否一切安好。 Remember the promise we made? 还记得我们说好的 ？That if one day the end of the world comes. The place where we'd go to wait for one another. Now I live close by and stroll along the river every day. I feel like you are there. Though, of course, you're not. Perhaps you are married, have your own children. Perhaps you're happy. Please, be happy. No matter what your days are like, I am not able to spend them with you. That is my only regret. But if you are well, even if we never meet again, it will be all right. Novak， 布拉格那么多雕像，就算找到了这个叫 Novak 的人，现在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如果是你呢？让你等一个人好几十年，你等吗？就这么等着，连电话都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等不了。哎，倒是听说过边区老婆边等的。 讨厌。
哎，你跑什么呀？